你没看错。哦，其实好久没玩了，好久没玩这样了。捕捉缸，斗阵星，超能力，狩猎，超能力，狩猎六只，哇，这太佛心了吧！冰，我看今天的任务好像很好解呢。真的开台哦，当然开台啊！哎呦，干，我好不容易修好了，昨天英雄高校没开到，就是很亏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早上好。有吃饱睡饱喝饱吗？猜猜繁星有没有睡啊？猜猜我有没有睡啊？欸，阿北你怎么开这支账号？哦，我苏安安，啊干，哪里都下雨，哪里都是你。那我们今天现在解任务吧。哦，灵幽嘛，我一直以为他叫幽灵嘛。我觉得你没有，其实有啦。我那时候修到，我想说，看可不可以在轻松高校结束前修好它。结果我真的很努力在抢救，救到已经九点四十几分就放弃了，然后我就去睡觉。然后睡到了半夜一点，然后就醒来，我一点起床，然后就必须修到刚刚，终于修好了。哦，有够难修的啦！我这应该好多了。有啦，其实有睡啦，只是睡一下下而已。对啊，考试了，考试加油哦！钢属，是你吧？强二积木冲，看我的金击球！看我新击球快没了，刚好啊。哦，没抓到，没有动。看一下哦，现在敲球。黑暗球也快没了，哎呦哎。可以，东西修好了哦，真的是昨天，真是边掉眼泪边在那边修登录器。从来没有那么难过过，看着大家都在玩，我却只能在旁边。看着大家玩，那其实上次就有了啦。上次电脑重灌那一次也很难过。哦，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去抓钢系。哦，捕获钢系三只，好，抓三只钢。各位抓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趁早上应该没，杰克应该不在。杰克昨天不是在抓那个吗？那个什么，
小石怪，其实我有，但是我想说他好像很，他好像想要自己抓，我就没有给他。而且我放生过很多次小石怪。哎、欸，他是钢家店吧？你看，他这边是三合一石怪。那我想说他应该是想要靠自己，我就先不动。所以呢，我给了一只这个，但是这是照片。我想说，欸，如果你们杰克有开台还是什么的，你们就跟他讲说，繁星有送你一个小石怪在冰箱，这样子。不对，到底有没有睡？有啦，睡十、十一、一、二，三个小时。我有睡三小时，这是什么？是谁？哦，米菲他也要卡布，我知道啊。他是要的是叠叠啊。那重点是他自己去拿新块去换就好了。我还是不知道米菲的超那个集聚化是怎么来的哎、欸。因为集聚化要去换那个啊，集聚手环。他也没有什么时间打巢穴。我干嘛啊？抓缸。我知道要上课啊，我想说有些不是七点才是那个，要什么关手机啊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说，就跟大家报备一下我目前。电脑弄好了，所以干你莫刚，感觉你就没有啊。螺钉地鼠有螺钉哎，不要跟我讲说你没有打喷嚏。干没有，放生你。哒哒哒哒哒啦啦！地面系，地面系，又叫地面地鼠，又叫什么螺钉地鼠？好，是你了。别放生。哎、欸，雨呀、啊！我跟你讲说打给我不是开玩笑，叫你打就叫你打，你不用客气啊！一百等，恭喜你！没办法进化成可多啦，欸、什么？不是可端哦。哇，直接一百等欸，他虽然是可以吃那个啦，刚，我就说下面这边，这边的磁场有点恐怖啊，很容易遇到一百八十几等以上的，波士可多啦。你看波士可多拉一等不到的，但是这个是抓到的，抓到现在还没睡哦，不睡啊，然后那个钻石珍珠重置版，那个钻石有这只，但珍珠没有这只，有点难过，突然发现喜欢他的公主切。哇，取名叫茶碗蒸太万恶了吧？这个时间叫茶碗蒸饿哎，只会饿哎、欸。我拉放生。一鬼一鬼一鬼
斗阵星是斗阵星是那个谁？米多王。好可恶！不然我也想养一只，就是尼多系列的，然后用斗阵金去打，反正打到异性是那个嘛，要么攻击双倍，要么攻击 1.5 倍，要么攻击 0.5 倍。尼多系列，特克猫轮奇猫，豆豆哥哥。猫牙，好，早，大家早安。要死等我看一下。捕获兵、狩猎草、捕获抓火兵、抓火兵、抓火兵打草、抓火兵打草、抓火兵打草。啊！火兵大草，老居士不知道在开台啊。哎、欸，雨停了哎、欸！啊，正清晨黄昏，赶快去帮他找正念拍拍。我不知道正天拜拜那么难出欸，我之前在那边打伟力的时候，立伟的时候，那边遇到一大堆，我想说哦，好好遇哦，就没去打。叶安安，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噜噜噜噜噜。哎，清晨黄昏，我们在那边等一下正天拜拜。哇吼！聊离看起来有够像是没睡的，有啦，那个只是皮上面纹。哎、欸，你关台了吗？你关台了、哦，聊离安安，看一下哈，嗯，你关台了，好，可以去睡了，你。聊离晚安，聊离去睡觉，聊离没有啦。那刚刚跟你讲早安的时候，那时候是睡醒，睡了三小时睡醒。那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我的麦快修好了，因为昨天跟大家玩的时候发现我登不进来，那现在修好啊。昨天是那个宝可梦伺服器可以进。就是宝可梦，它是另外一个登录器，它打得开。然后是正版的，不是正版，就是麦块原版的那个登录器打不开，所以就造成说，我上次不是有个鲤鱼王吗？那时候是连原版验证都没办法，然后导致麦块那个不宝可梦的验证码也不行，挂你台做事啊你。不用做了啦，去睡觉啦，你都不睡啊，很多事要忙哦，辛苦的辛苦的。我刚也是把你的声音静音，然后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，在做，对，做这件事情。听说来看他。听说可以来看，可以看啊！我干，怎么那么痛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安心教练要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要都打安心教练，拜托！干，要死怎么办？真蛋，然后被喷死，我没有哎、欸。干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！现在在直播，对啊，现在就是在直播啊，怎么了吗？来，开始解任务喽。然后
先用来复制特性在哪里？弟弟对，毒刺特性，哇 GG， 去死吧！啊，反正都要打，反正都是得打。我那时候也喜欢尼多朗，我有说过，如果要选的话，如果一般系被选走的话，我应该就选毒系了，毒系或是地面系。那尼多朗好像也很像兔子啊，就耳朵大大的，趴在地上，然后又有个大门牙，看，可爱。感谢 U 拉吗 ？Len， 繁星直播后早点休息，虽然早上了，会啦。其实最近的眼睛就说嘛，一直都是那种微张张不太开，然后又闭不太起来的那种。有吃过蛤蜊的话，就是知道那个蛤蜊那个什么，人家讲什么？把就狗丢拉吧，有的眼皮就觉得有点浮肿。感谢 Donny， 感谢你让我有动力活下去。我是想到很不爽，为什么我在帮他们弄家的时候要咬我，很痛哎、欸。还不客气。Yes， 再补个血，不收。不是，啊，怎么都不是斗争心。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很可爱，但两颗头很猎奇，但我觉得嘟嘟还蛮可爱的。哎呀，嘟嘟，呀。干正事，尼多朗，尼多尼洛，怎么又是毒刺？要逼我哦！我很不想用这一招哦，用这一招我都自己都怕哦。也是毒刺，斗争心有了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来电烂你了！你们考试什么时候啊？今天还是这个礼拜都考试？你看我这个人多懒，懒成这样，懒到连 skin 到现在都还没换过，还在换圣级，换了三个礼拜嘞。大概开到八点吧，大概啦。想说很久没去钓甲贺人蛙了，来去钓一下好了。好了，一个任务结束了，狩猎五只超能力系宝可梦。希尔早安，哇，希尔早安。狩猎超能力，好。
啊，有，合肥。粗贱男男，你很粗哦。又忘记要跟你们讲什么了。未知图腾吗？欸，是欸。夫人，你会很在意人家叫你这句吗？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，就讲一下嘛。好像重复了，欸，重复了 V 形态，你是 V 哦，喔，没有抖内的话也要活下去啊。刚才听不懂繁星说台语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眼睛不舒服。哦，不是啊，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一句是台语的意思是你怎么会看上这个人，你是眼睛被那个显那个一个贝壳叫做显嘛，被显露给那个盖住了嘛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要比如什么，有谁比较好比喻啊？啊，比如说好，就像团跟哈记嘛，啊，他们两个是 CP 嘛，他们不是很合嘛？那突然允月跑了出来，允月明明就跟哈记不合，但是哈记就很喜欢允月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说哈记的眼睛那个沾到了显那个显肉这样子，我丢啦吧，你怎么会看上他这样子。下礼拜31号考试哦，等等上课。对啊，所以我是在等你们上课或什么都在关啊，这样讲可以吧。一连早安啊 ，TP， 劈腿！哇干！等一下，你有没有睡啊？不是，靠破音咳咳，你有没有睡啊？啊，哒哒。你今天那么早有吃早餐吗？你是说达达吗？哇，夜行兔，不是哦，兔子本来就是夜行动物，你是在欢哦，欢，在乱，兔子本来就是夜行动物啊，然后打不死。干这么丑，听到哈团 CP 就起来了，那不对，是不是很香？他们啊，干，我放错字了啊，刚刚跟观众介绍我们闽南语的谚语。白痴哦，看，啊！我糖果没拿，我糖果没拿，我糖果没拿。啊！我昨天真的很无奈。真的最近常常发生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，我说明明你想做，明明你想要，但是你没办法，靠，要吓死我。谁？
感谢小妞的300块啊！你不是没钱了，你就存钱呐、啊。下个月光遇还要氪金哎、欸，你存下来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不好吗？谢谢你。那个，我再去靠腰满了。来，刚刚都没看到的观众，不知道杰克在不在？杰克在吗？我希望你不在啦，杰克，杰克在吗？杰克一声，杰克第二声，第三声，好，那个。如果在杰克有开台的时候啊，他一定是要用夜视效果，就对着这边点右键。好，就是杰克不是昨天在抓小吃怪吗？然后其实我有，所以我放在他的冰箱。那他们开他开台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一下，你们要记得只要说什么“繁星有给你小吃怪在冰箱”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看一下照片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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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那个一脸应该打字，他就会去看，就说那个国王国王教主有给你小石块在冰箱里面。对啊，我想看他那个那时候的反应。我是希望他没有看到照片两个字。然后就直接拿在手上按右键吃掉，总吃不掉这样。红山安，按，我超白痴。隐约表示为什么我要被拿来跟哈团 CP 里面做例子？人生总有不如意，过了这段时间，反正也不要太在意。啊，最后挂号那一句是多余的啦。最近哦，怎么讲？不是，一个低潮期太久了。像其实有发现，我现在影片也只剩下轻松高效可以剪了。那平时在玩死的那些影片都开始没有剪。还一方面是那时候那个谁木偶他想要帮我剪那个鹅鸭狼人杀。然后就想说就给他剪，我就没有去剪。等你刻给我看，不要，你当然要自己打扮漂漂亮亮啊！你看我只能从星盘里面看我，这样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搞不好我打扮的不是你想要看的样子啊！刻我是一定会刻啊。ZX 安安，多燕安安，眼睛色有够大的 ，Pineapple， 哦，哇，还有两只，不对，三只，我刚刚在开台前在看那个中华一番，那个木棉花的中华一番，现在在广州饺子大赛。就突然看到他那个做煎饺，就哦，之前在菜渣那边吃过那个小当家特制煎饺的时候，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跟谁讲？讲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超能力系的嘞，快出来啊！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、喔，昨天高校谁中乐透？那时候睡着了。谁乐透是谁中啊？应该说开几号，然后谁中？我的是。也
不对，这个皮也太符合我的脸了吧，快睡着了。昨天没人中奖，那是开几号啊？是不是9或19啊？一定要等我，等我去。哎、欸，打这只没有啊？对呢，打集聚洞没有不算哦。啊，哭啊！我被这些生物给占走了，好烦哦。好啦，我们来先打吧，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要四只，这个更多只哎、欸，我要多打四只哎、欸，好吧，只好打了，白痴哦、喔，用错了。昨天开奖七号哦，好，不是九。我有听到那个啊，那个谁酱油签了哈记的15号，我觉得他真的就累犯很多次了啊。啊，如果他真的想签的话就签嘛，然后怎么说，他每次不都说啊，我就不知道签几号啊这样子。啊，你不知道签你就等最后再签啊，啊不然每次跟人家抢到人家包牌的号嘛，像他之前也抢了19号一次啊，那时候也刚好中啊。我还想到这大走心耶，悠啦安安，好小小小妞，拜拜，加油加油！我肚子好饿哦，好像昨天到现在吃了一餐。哎，我在想，真的会不会死掉啊？我在思考这件事情，应该要死也没那么快死，因为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得了带状疱疹啊，电到他了，被我电死。我得带状疱疹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累，应该说当时得带状疱疹的时候没有很累，反而是现在比较累一些。但被我自己的都被我劈死了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带状疱疹这东西也是看。怎么讲？那时候也有人说那个哦，好累好累哦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就有人会拿说，你又还没得带状疱疹，你在累死。然后说你看看我，我得了这样子。还有时候累跟免疫力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嗯，还有，不对不对，这是冰属性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抱歉抱歉。野生超能力追踪。两个，然后有时候觉得手在那边微痛，就是曾经得过带状疱疹的地方，那种微痛微痛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，干是吧？不要哎、欸，不要哎、欸，不要说得就得了呢。哦，白痴。哦，又白痴打算成功。哦，杰克会不会今天开台？会开的话，就有画面可以看。希望可以的。喂，下一个捕获冰系，冰系，冰系，冰系 ，on love， 得得得得得得，哎，哎。不对不对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啊！我之前我设的那个点的不见了，我想说去掉
海豹球这里吧，往灵骨塔飞，往这边飞、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啊，点怎么不见了？哎、嗯欸，嗯，嗯。哎、欸，是叫我，嗯，好，打是啊，安安，哦，安安，你好，在那边抓啊，白痴要晚上哦，那现在要去哪里？地狱。火系的，两只火系，好了，等一下吧。啊！啊！怎么地狱这么不地狱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了。好的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火系可以抓灯火灵哈，那我回去吧。小竹林灯火灵，哦，不来。达达在吗？他这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真的不要逼我呢！痛。好嘞，瓦拉瓦拉，逼我来这边抓你。你越早。早安，我把麦块修好了。北西，恭喜！最后是什么问题？就是我不是他有两个账号吗？一个是 Moja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Microsoft 的吗？然后我那时候点 Microsoft 只要打账号密码，但是始终都打不进去嘛。但是点 Moja 的时候，点 Moja 是账号登不进去，然后点 Microsoft
是想在那边说什么真发生问题吗？后来早上就是我刚刚就是把那个账号删掉，然后再打一次就进去了。啊不就，然后昨天也在找说怎么删掉那个登录器，找半天找不到，然后就说太累了太累了，我等我精神状况好一点再来修。这样，不要闹，要。欸、很气耶、欸！啊，雨林还在哦。嗯，你几点上课啊？哦，大哥。你是像你这么远。就是电，一定是皮卡丘，抓花佩佩，快走，快走，进来。你还在车上？哦，是哦。预设的登录资讯出问题，对，因为上次，前几天是那个嘛，那个。是 IP 出问题了，所以连不到。那时候就是我跟小雨第一个时间就是先把那个网路给拔掉。那这次又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好了，等黄昏。不对耶，不对耶，先来这边才对。嗯，为什么来这边？这边才遇得到圣殿拍拍。啊，没有再回去钓鱼。你真的要出门了哦？你是要出哦？你们是要出门哦？好，拜拜。我其实不是很想打啦，可是想说在这边遇这边拜拜，没有很想打。其实真的没有很想打啦，怎么会？哎呦喂呀，吓到我了啦！火前提振之内，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家不是说刀子嘴豆腐心吗？那这样是不是就是傲娇？圣殿拍拍，这个颜色是色尾，对，因为杰克放这个 boss 活动 boss 一定是色尾。你、欸、看我这边怎么来的、啊？灵骨塔，百米，然后这个花田还不错看。是。我觉得我很非洲呢，那天也是敲那个什么，敲大师球，敲半天敲不到，
哎，会不会欧洲就是看这个了？两个惊叹号，一个电缆，就它也是电。再抓星系宝可梦，抓完就去钓。谁？不要，说好的是要钓，钓海豹球。哦、嗯，那、啊、怎么又是你？哎、欸，不是呢，看腻了你，看腻了你。什么？悠悠球？悠悠球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撞，不要撞。别考！可以进入战斗，方便。哦，甜蜜球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我。哦，草属性这只不算哦，白痴。原来集聚洞不算了，集聚洞抓也不行，打也不行，输也不行哦。集聚洞是拿来干嘛的啊？浪费时间。但怎么是你？好像大师球样子的哦，啊，高又是那种 0.1% 升，就是黑暗球，还是跟钓竿有差、啊，难成功。我，你、欸、干，我要先回去把公园球给收起来，好恐怖哦，吓吓你。回家，等一下，钓竿品质问题，不是要大师球才要用这个钓竿，专业的厉害钓竿。来，好像不太行哦。没有钓过鲤鱼王耶，不太行，不太行，眼睛快闭起来了，不太行，不太行。不是呢，不是呢。能中球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还是有啊。忘了，好久没钓它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对啦。看来普通钓竿垃圾。就要那种最破最破的钓竿，还有千分之一的几率钓到大师球样子的海豹球。
啊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是看到两个惊叹号拉起来，要么是特殊样子，要么就是他。这是普通的，骗死你。灵幽马 ，BOSS 造型不是 BOSS 造型，传说 BOSS 打一下。哎，可惜。我居然忘记会消失啊！上课加油，上课上班的加油哦！你不想上班？不行，你要上班。我要跟你们家小鱼 A 迪士尼 Plus 的那个的会员账号，我就看高飞看爆，跟你讲，那时候我可以说繁星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确定是你不想努力了吗？我也不想努力了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都不想努力了吗？我最近真的不知道在厌倦厌世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事情又想一大堆，又很烦躁，就做人好难。想当一只被呵护的兔子，我一定会乖乖上厕所，不会乱大小便，然后会让主人摸头，不会乱咬东西。那我们去投靠老板娘吗？谁？你说小鱼吗？好啊，欸，对啊，她是老板娘欸。昨天其实碰到麦块出问题的时候，我真的脾气都起来了。我要附魔术。妈，啊，人刷野生的是不是？来，多多冰，你喜欢动物吗？你说哪一种？拜拜，考试，考试加油哦！啊，干，怎么可以失败？等级球。指出了镜面反射，那我的宝贝球会丢回来抓到我自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等舞结束。哦，撤掉，然后回家，因为那边只有晚上才钓得到那只海豹球。放。今天走那么早，我麦快修好就开台了，痛。今天好早开哦，早点开早点关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好了，我们去抓只草系的就可以领。哦，没有，哦，那个什么，那天看杰克在那边抽银箱保底，保底银箱，觉得还真的还比较好哎。抽金箱保底的话，也是就只有一个许愿星块嘛。啊，你银箱保底的话会有两个许愿星块。要想想，银箱好像真的比较好。明天要下雨又要变天了，没事，我这边下雨一下热一下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啊，怎么这时候没有了？哦，啊，然后，谁死？不是啊，给只草系的吧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嗯，啊，这只就只有那个而已啊，袋子而已。灭亡之歌，左身。他、啊、有时候这界面真的很北齐。因为我有时要点这个时候，会点到这个，全部丢弃，太无情。阿德安安，哦，不行哎，好像八点真的是极限，快要八点吧，他应该要睡觉了。吉拉蒂娜，好细的，不是哎，这么大片没有草，没有草，没有一直草的。哎，南瓜精有没有草啊？就明明就有，你们找半天。啊、看，真的有南瓜精，小阿鬼、啊，有睡意了哦，没有，就只是不想开台。你才刚睡醒，我猜你没睡，你猜我没睡哦，有啦，我有睡啦。没有睡很多而已，没睡很多而已啦。好了，那今天要抽奖的就抽这些东西，领一领。哎，有一个没有哎，这是什么？狩猎一只草、哦。包包满了，好像会自动吃掉。哇，丢几根进去了。小木林，哎呦！
我还真的没逛过这个地方哎、欸。爸爸呀！奥利西！好，聊天室随便刷，来吧，随便刷吧。开始，我看到我就抽，我念名字抽。等一下哦，怕有问题。等一下，我怕你们刷太快。留言限制，储存。好，十八、十九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九、十八、十八、十八，干谁的？小兔的十八，网红喷雾，信的九，不要九一九啦，九一九没有好东西啦。韩柳英的十五，亮亮的亮亮多少？十四，很多怎么都在这里啊？木头龟老居的十九。后地轩，阿德的五十四，进的六号，六号，哦，一连二十，Roger 八二九，雨雨的四三。千言二九，威龙五十，小兔二五二，千言七号。你知道如果没有你们投都怎么抽的吗？你看到最后五个我这样抽，我就这样子，五十都对，就这样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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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结束，结束了，没了，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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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各位，抽完了，今天很临时，也没有准备什么，就很随便，对，然后把这些卖一卖。很奇卖，哦，可以卖1500哦，哇哦，好嘞，这个卖掉，这个饭都不能卖钱，啊。来试试看好了，我们去换银券来玩。厚底鞋是在吗？不是啊，那时候一直开到厚底鞋很不爽。相关道具，来，这个给。干有订阅的，不是有会员的，来有加会员的前两个，这个抽不到也会骂人，没有了。来，给我个信号，好多东西好整齐，什么东西好整齐？你说我的分类吗？六号，定的六号，唉。哎，还有没有啊？还有没有会员？干，只剩你了是不是？好，继续来，还是落雁？
哦，活死五十，好耶。啊，这个是我最不想要的。啊。啊。嗯，然后那时候杰克抽到这个，我崩溃啊！贵重物品啊，至少有这个是七，那叫什么？其他地那忘记了啊，忘记了，就是蓝色的。哎，这个对对对，这个还没抽，走，来抽这个。我到现在还没抽耶，想说舍不得。百变怪，先看个性。啊！我好想要我没有的个性啊！六，好，好烂，好烂！啊！都是啊 ，B B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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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重新命吧，对，哎，哇哭啊，还都是防御零，没得玩。蒂亚卢卡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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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，这个就是看命喽。先把包包清空不清空？我的那只嘞。是没差了欸，神兽还要什么真的不知道了欸，顶多梦幻吧。干，总是这次，这次我一堆了，他妈的烂东西啊啊，都是敷到跟抓到的啊，太暗到了，白痴哦。啊，谢咪吧，因为有一个花朵，这也很想要。梅洛叶塔我可以。嘎！我不想玩了。我不想玩了，我不想玩。没送圣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要气到把这些抽光，再去玩一次保底。这台真好看，是不是？谁做的啊？啊！抽到两个大师球啦，哼哼，感觉杰克在反星天啊，哎呀，没事啦，我稍早还抽到现行镜，你知道吗？两颗大师球，整理一下，
这可不可以卖钱啦？一大堆。这集装置我刚看好像不能卖，对不对？然后放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不变难看了。哎呀，哎呀。啊，杰克，你今天会开台吗？怎么变难看了？你好好说话哈。不靠你们，靠我自己。50连抽。再来难看一次，杰克，看好了，难看，会把刚刚跑去上厕所还在赖床，哇，来啊来啊，异兽啊，有种给我异兽啊，我好想要异兽，来来来来来，闪电，怎么不是异兽？好可惜哦。PC， 来看一下个体 ，IVS。攻击特攻速度，哇哦！当场馆喽，闪电！这石板，你有考虑想要卖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真的全部要扔掉了，囤一堆，囤积症。哦，那时候会想卖是好像我发现有一个板子好像快满，不是板子啊，白痴哦、喔。那时候在外面，那时候刚好想说啊，懒得回家放。什么？额外关？进？先留着，啊，闪电鸟算好，还行，但我不能用。那它就是防御偏高的鸟啊，抗打能力偏高的鸟鸟。燕子，下回一个人。卖石板多，把石板还来，来来来，50连抽，继续50连抽，不理你们了，白痴哦。抽完我们去钓甲贺人蛙，哎，这样子就八点了，哎，这样好吗？哦，这次没有好东西送给你，卖你。什么？六代学习装置还不能卖？送给你当百变怪。
好了，这是最后的波纹了。三个五十五十五十，好，没有。来，杰克，给我个信号。我要抽你前面什么？你如果好，如果你说五十号的话，我就抽四十七号。从你说的号码往前推三码。我延迟是不是很高啊？烦躁。杰克。五十五，好，往前推三号，五十二。啊！好。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我还有570块，我要通通换这个吗？五十十连抽，还是敲球啊？因为你买100个的话，你还是要花一些材料再去买啊。然后就敲球比较保底，这个太运气了。还好吧？是什么？还好吧？超二七，然后这边加起来29，哭啊，在哭啊，30，八，好，要求，延迟还好，哦，要求是你。是你，哎、欸，不是你，啊，特质，通，好咯。一颗，100个魔石，哦，点到死，哦，好不人性化哦，哦，啊，对啊，其实这样要人性化也不好人性化哦，啊，你应该卖一个，一个是2块钱的，跟10个20块的这样子。当然是多买没折扣，只是让人家比较好点。36，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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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不是哎、欸，主办单位，好像，好，
好，九个。好，买20个好不好？最后一个是留给大师求的那样。20，哈哈。两颗。哎、欸，太烂了吧！太烂了吧！扔水沟了哎、欸，都比昨天影月在那边玩 POE 还烂呢、欸。好雪球。哦。那我们再去玩。一二三四。然后几个？六个。六。我箱子还有魔球石哦。好啊。我买那么多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数学很好呢、欸。三个换十个，我什么是那样的、啊？一个，最好是给我出哦，这几率已经很奇怪的了哦。哎、欸，这才对嘛！好了好了，原谅杰克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误会杰克，杰克其实真的很用心在算这个几率，这真的只是抽得到跟抽不到的问题，凑不凑得到啊？很凑很凑。好啦，我们去钓那个吧，甲贺人蛙。我想说几率应该要有了啊！关台啦，各位米娜桑，给你们看看这两天我在玩的 POE 的角色。我网络上看到一个哦，看起来玩的好像很爽，结果那个不适合前期拓荒用。就前面拓荒拓的跟鬼一样，跟屎一样，不是跟鬼。哦，我没有 POE 的截取耶，那样。嗯。吗？有诶、欸、有诶、欸，我让你们看一下而已。哦，就硬气哦，没有，我没有怪你哦，这是节目效果。韩文，过来我这里。我现在看到你在讲，过来我这里。对，感谢关台斗内，赶快去睡觉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感谢斗内，怎么称呼你啊？
因为你的音有点奇怪、欸，我念啊 ，u u d n 吗 ？u d n 是啊。然后你示范还打这么很低等的地图啊！我那时候就是前面不敢打高等地图，一直在低等地图在虐菜，还不小心被菜虐到，人家收割韭菜，我被韭菜收割，我怎么会卡、啊、哦？好了。玩了这次之后，我才知道。原来 POE 可以这么爽，那之前都有爽过啦，只是之后的机制太不爽了，很爽欸，汉语拼音叫下雨恋爱羞耻，要叫你下雨哦。要怎么办？我说怎么称呼你、啊？你叫羞耻吗？回音死亡之息，对，还有尸体爆破，回音尸体爆破跟死亡之息。哎、欸，干你很懂呢，都忘记你有玩。尸体爆破跟致命之息啊，我想说死亡之息是谁啊？我叫我羞耻也可以，好啊。他叫雨恋，雨恋，他刚好回答哦。哦，看一下他在哪里。繁星早，早安，小风。下雨恋爱啊，没有说雨恋啊。哦 ，U 恋哦，啊，是这样吗？那我好像刚刚第一次念对呢，是不是？还是我那时候是念 U 恋？啊。感觉不能开 VP 耶、欸，开 VP 好吃效呢。不然还是因为开台啊，玩这个 V 卡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很棒。等一下，韩文，夏西是你的称呼吗？是的话，我以后就叫你夏西，不叫你韩文了哦。你可以啊，有一张。我因为在这张地图刷等级，因为怎么讲，这张地图是你看嘛，61等的，我63等刷到70等，在这边玩。就那时候刷了好多好多谦逊。啊，这个没有用，宝宝们。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。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好遥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左边的表情，早安啊，早安，早安，赶快跑完，我们去钓个加贺人蛙。我们只要钓一竿就好了。不对，我比你美，你过来。什么东西？不要，你过来。你搞我鬼啊！啊，又遇到这边了。我们继续回去。我们的 My Wife， 把观众跑光了。对啦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竿了。
我是不是没睡？等等要关。不是啊，就算我有睡，我等一下也要关啊。我有睡。好啦，没有青蛙。我总不能说要钓到第一只甲贺龙蛙出来为止。干，怎么又是小鱼？鱼缸内小鱼。我是不是又来了？然后大哎、欸，再来再一缸再一缸就好了。又来骗拜拜了。你比我美，照片交出来我看啊！我看啊！油罐，那念意吗？还是指意？不行，我现在身体好摇啊，就跟那个 mini Q 一样摇来摇去。再一单抽一下。是啊，是 E 哦。我知道有那个念 E 站吗？可是突然分开念就不知道怎么念。就像那个什么，别墅的墅。如果单一一个字出来，我会念成野。赌自己运气能不能让你马上睡觉？干嘛是要说没钓到就不睡吗？这样子？啊！钓到之前不睡觉，这是不可能。我没那么勇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马夏多，马夏多多绿。七滴血，看阿尔宙斯飞起来就很奇怪，比较像是大跳啊，就不是很喜欢骑阿尔宙斯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灵魂造型哎、欸，杰克。没有、啊，好像没看过一样。他早就看过了，他才不稀罕呢。啊，哦耶！我来看，哎、欸，还蛮好看的、欸，哎、欸，好看，好看。嗯。看好看，能听到吗？这个是室内的鸟叫声，不是室外的。即使我不叫夏西，你都叫我抱抱睡。什么西？你现在在撩我吗？有用哦，跟你说。你要跟你讲，下次人家问你叫什么名，你就要说你可以叫我宝贝，或是叫我老婆，或是叫我亲爱的，这样，懂吗？
撩人撩人。那你要撩我的话，来我教你怎么撩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考那好烦哦，我养和，然后和尚两只就够了，现在有三只，这薯条很可怜，是被他们吵。要撩繁星，首先点开绿蟹，当然可以点开，然后给我先说，可以叫我一声宝贝吗？这样。乐事，我现在不吃乐事了。不是说我不喜欢吃乐事，是那个我每次吃一包乐事都会长痘痘。那如果是吃那种。家庭分享带的话，那个痘痘是更夸张。但我还是很喜欢吃乐事啊，是应该有两年没吃了。哦，还记得乐事哦，天哪！有啊，之前有干爹就是买一整箱给我，然后他说箱子太难弄了，他直接用两大袋给我，那之后还是用箱子寄回去。怎样？我来抖内撩人递麦克风，我要怎么撩？想听什么？欸，忘记了，我之前还有抄下来的，嗯，一直看了一大堆撩妹的东西。我想一下，欸，都忘记了。他，啊，怎么死？怎么一起死？安西教练，哦，同命是不是？我，哦，怎么撩啊？你想听什么的啊？怎么是鲤鱼王？我宝贝，我怎么嗨宝贝？要到了，欸，刚好是任务要的。来，让我今天上班不打瞌睡的聊。很难呢，欸，我真的好久没有讲这种话了啊，哦！我想一下哦。欸，我真的不会了，欸，怎么办？要有那种事件啊，突然撩我撩不起来。不行，现在脑容量真的好空哦。嗯，我要怎么撩啊？我可以去搜寻吗？可以现在 open book 吗？哎，欸，那个姐姐，我的天，有一只，搜寻撩妹，哇，192句，撩哥撩妹。这个吗？
哦，对啊，我那时候不是就很常，我看到一个，我那时候就很常讲啊，就说嗯，你会喜欢我吗？不会，那我可以教你啊。还有什么？看到刚好有这一句，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这样子讲这句来玩。那个纠结的声音就可以，什么纠结的声音？还是有个开黄腔，就是，你等一下要干嘛？然后回你干啊，对不起，这可以去告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告我，那我去吃牢饭，我开台好累哦。你等一下要干嘛？干啊！我真的喜欢闹，不行，我真的比较喜欢闹，不喜欢撩，太会撩。我觉得我好花心，因为你每个样子我都喜欢。也是凡西啦，打好字哦。你是谁？我不要看到。好，我怎样啦？该领蛋咯，你开台了吗？开台了没？杰克开台了吗？感谢你的会员。我讲什么？感谢雨恋的新会员。如果有兴趣加入我的怀抱，请私讯粉专哦。加入我的怀抱啊，有兴趣来我的怀抱的话，请私讯粉专哦。感谢我的抱抱，你要抱什么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可怜狂吸，我狂吸。什么？怎么还有？翔是续订吧？感谢翔的续订。早安，早安。待会要关台了，这边撑不住了。就辅导员超假狂吸，超假。狂吸，但雨恋不是马来西亚的。到马来西亚，我要说了，我不在乎啊，什么？你再远，我都要爱到你。那么少那边爱死，你可以飞来台湾，哇，来吧，来吧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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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怎么讲？我也不能说我来抱你什么之类的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哇！干有撩到，我觉得很屁话、欸。有时候觉得撩妹都很屁话，不是就觉得很好笑。那你可以吗？男生不行。我的基因细胞里面跟男生抱抱，我会有排斥的感觉，就跟吃到香菜一样。对不对，杰克？一个男生抱着你，你会有那种排斥的感觉。海星可以开见面会，等大家组团啊！见面会很我啊，那之前有啦，之前是那个，我都有去尝试摆摊，然后都会有那个聚餐。那时候就跟一些
他怎么眼睛一直闭的？我的右眼是有搞哦，被电到哦！是狂杀狂杀猛杀猛杀。有啊，我看过那只西瓜。在解任务吧。狩猎一般细胞。被我抱着会有飞上天的感觉，你是会把人家抱起来举高高是不是？哇，你很壮欸，哇，夏西你很壮欸，你是怪力啊，抱起来会有飞上天的感觉，是这个感觉吗？飞高高，来，飞高高，来，有没有很高啊？连皮都爱撩人，试看可以扎单扎。可能要地球上吧，欸，不行欸，我欸可以单扎，欸，到这个点，单扎，不行，那我判定不到我眼睛了，嘿，截图，趁现在。哦、好累哦，就感觉他探定不到。我刚刚另外一只眼睛其实真超大的，酸哦。我就这样子去观台好了，观台睡觉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眼睛是张开的，我张很开，他的皮不知道为什么判定不到我眼睛了，让我重开一下。你醒醒啊！我明明就没睡，怎么给我眼睛闭起来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眼睛起来了。所以刚刚夏西被你抱着有飞上天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没有开台睡觉之前，其实在脸书有打算这样干，可是曾经就有人那个之前在脸书工作的人，就是开台然后去睡觉，然后被里面的人警告过。可可王。你说把他扔下去吗？我爱吃早餐，我终于有早餐吃了。守护天使的感觉，怎么不是守护甜心啊？你要当那个甜心吗？因为他那时候没有，当时脸书就是说是 Facebook Gaming 嘛，就是主播是游戏那个啊，游戏实况。那你还没实况睡觉，但会被骂、啊。欸，他眼睛又快闭起来了，真的会累是不是？你觉得你可以去躺了？为什么？守护甜心吗？你那边有宝可梦有可以打下的吗？你要哪只？
你说正常对战，他想打我，他想打我。我猜猜，你六只里面三只以上的神兽，你有盖欧卡吗？保护水没有，不能用水啦，白痴哦、喔，真的好难过，干什么好难过，几百人都可以用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应该吧。选三只哦。对啊，你看，哎，我那天看你直播的时候就想说，哎，奇怪。你左边的阵容只剩下皮卡丘一只普通的而已啊，怎么其他呀、啊？你的雷精灵嘞没了，就听已经没了哎、欸，你有多久没听到就听了？我不是说神兽都要有吗？想打屁屁啊？不是我抓不到哦，我遇到他很多次，他是不进来宝贝球、哦，他不进来宝贝球好吗，宝贝？宝贝，你要当球吗？我目前的神兽是这些啊，这些。一个是公园球抓的，一个是黑暗球抓的，好酷的。刚刚认识阿鲁拉里的球，冲浪冲起来，我好了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带多只，等。喊安西教练哦，不要长那么像好不好？有遇过那个马桶王吗？马桶王是什么？对战规则，不可以集聚化哦，还是可以集聚化？你选一个，能不能集聚化？对战规则，在聊天室询问他台资讯及提起私人问题，一律建议永久封锁，不解 ban， 不接受申诉。对战规则。不打波什么不打波？
啪！不是啊，他一直在推我的3D龙啦！哎呀，这么小。还敢扑击呀！啊！观众乖一点，不要！观众乖一点。哦，不妙！不丢弃。绝地兔我会不知道怎么打，哭啊，没有啊，你刚刚那两只有漂浮的，我地震震不下去啊，所以我刚才想说地震不行，你感觉也有又有几只会飘的，我就想说用弹跳啊，你要弄一台洗衣机了，我在想说你哪一只是有那个幽灵属性的知道吗，我想说变加幽灵是哪一只啊，又不能用那个，又不能用什么攻击来打你，对啊，所以我这只招还没配、欸、你那天叫我用复古啊，我本来想说复古干你这样等一下劈下去我就死了，我是要复劈啊，然后其实刚刚卡比说我想说啊，我刚刚干嘛按点哈欠啊，我在那边跟你硬打就好了，卡比瘦肉精，而且刚刚其实是要带这一只，我不是要带凯文犬，不是要带卡比，说是要带这一只。而且他不能六只里面让你看你有哪六只哎、欸，他就只是宝贝球而已，不像那个剑盾那种可以看对手有哪六只，然后选三只出来。好啦，换你开台了啦，我要吃早餐了啦，啊，你还要再打吗？来啊，还要再打，你看眼睛快闭起来，而且那时候讲的对战的是什么懒人懒，我还没练，十点才开，我不管，就要现在开。哇，怎么眼睛变那么大？哇哇，这才是我嘛，对不对？嗯嘛，嗯嘛，哈哈，哄小孩子。你看、啊、其实我对战真的不是很喜欢带神兽，就骗对啊，眼睛要吞着它，啊
啊，还有奇诺利鼠啊，奇诺利鼠其实也在练，然后他的特性已经弄好了，连续攻击，固定五次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爽。我们可以接受你挂，边吃边聊。什么挂台？哦，一下很有精神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他突然好像醒了哎、欸，他怎么了？他睡饱了、喔？回安安，我刚刚其实想闹的，想要带这一只。没讲话啊，我没讲话，我在吃东西啊。我刚想说，来闹一下好了，带这只可以一直享受到其他宝可梦的技，比如说来。你的蛋熟咯，溜溜糖球，你看我就变成溜溜糖球了，眼光一闪，这样我就你看阿扎海胆打海全海参，你看我变成全海参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都没有进了，你冲他小啦。他都没有攻击技能啦。白痴哦。你考哦，我甜，哇，被百变怪点好像可爱耶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因为它的特性是开局直接变，你看我直接变成一只了，嗯，哦，而且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要给那个谁，我的鲤鱼王学鬼火，然后鬼火再加上下一只的什么交叉攻，交叉什么，就是鲤鱼王学的一个电系人道，他说如果对方身上着火的话，效果会加倍。我想说团团上线了，又不是啊，野生的蛋蛋，我、哦、超级吸取，又刚好吸血，嗯、啊，他说超级吸取，嗯、啊，不是，他不是和平主义的，他就是纯粹来搞人的。王鑫，可能是突然觉得他插进去的话比较好笑一点。啊什么？不是他的配招没有很烂，
他的配招是那个，就是纯粹要搞人的。然后他可以加一些状态，然后他你看他有双倍奉还。当时我跟杰克在打那个极具巢穴的时候，一个 NPC 的古狼翁，他直接把神兽给秒了、欸，哎，你还敢嘴？反正这样可以一直踢。所以我刚刚想说，如果杰克要那只来带的话，就用百变怪跟他玩。冲浪！所以其实玩这只很，这只真的是玩好玩。他就有一般系，但他进化就没一般了，进化就变成水跟妖精了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想要养他，但没有养。是使上一招的交错火焰，然后用交错闪电的威力吗？嗯，交错火焰吗？我怎么记得是交错火焰这一招、哦？我、哦、怎么眼睛又变大了？我、哦、吓死人呢、欸！这招吧，也、欸、不是，看着美女的，哪一只是哪一只啦？啊，这个啦，交错闪电啊！你看，放出巨大的闪电攻击对手，受到巨大的火焰影响时，威力会提高啊！所以我想说。有什么火焰的？就是有想要鬼火啊？鬼六弹，我去年先追了其他的主播、哦、主播组的直播组，我想主播直播组来追了教主，就觉得教主在合作开台时说话比较少，还是我追的太少了。我合作开台，你哦，你是说比如像巧克团或是阿米狗或是轻松高校，我通常都比较不是带话题的啊。我通常都是，泼人家冷水的那种，懂吗？就是手上拿用子弹去打人家头的那种角色。我的话题可以很多，可是就是太多，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不上哈、啊，不是那个话题啊，就是像以工作经验或什么东西的话，啊，我就会说，可能这个工作经验。很多人没有参与，我可能就是稍微提一下。啊，像可能酱油今天讲了他的那边工作经验，是听到的东西，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他听啊。巨大的火焰就是指交错火焰，是这样子。
如果没有讲话就是昏迷的哇，那你要每30秒打一次字哦。好，老巨上班加油。喝水挂台后遗症没事，其实聊天室一直有在动的话比较容易会让那个 YT 的首页被推出去，所以才会希望就是要么今天就是你观看数够高，要么就是你聊天室很会聊天，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用顾虑我们，你们可以聊你们的东西，就只是不要说怪我们什么没看你们聊天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啊，我其他的我不知道啦。啊，不过可以在这边聊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我没关系。哎，不要聊到最后是吵起来的那样子的。你们可以聊很多事，但是就是不要聊到这种像其他实况还是什么。我说哦，你有看那个谁谁谁的台哦？对啊，什么这样，像这样聊起来就很白。那你们可能可以聊一些什么？哦，对啊，那个人就真的很讨厌啊，不是那个人啊，那种客人就真的很讨厌啊。我还遇过什么哥那个。啊，可能今天我们看到话题，然后可以参与，就会跟你们一起。林旭啊，大家轮流30秒发言，开始。什么时候瓜子饮料矿泉水？什么东西？你说要看戏吗？有时候。台主一直讲话会变得很干，很干，是很干啊，所以有时候才会希望你们多打一些字，然后跟我们有互动感。欸，我真想凑16色毛变羊来玩。这里很轻松，就其实。变得比较宽松了啦，以前规矩会再多一些些，那现在是我放宽很多，但是该凶我还是会凶啦，这样子我也不是对人不对事的，今天你就错，你就是白目，就是照样编你，管你是干爹还是给我，接什么啊？你给我10000块。就在我的聊天打双等于这样子，这个我可以不ban，因为双等于其实对我来说还好。啊，如果你是提到什么人身攻击，或是说什么啊哈基就是很漂亮，杰克就是很正这种东西啊不是啊西瓜就是很好吃，杰克就是很正这种东西，我就会警告说那个他们至少还是我朋友啊，给点尊重啊，这样子。那可能提醒个一两次不听的话就把他 ban， 管他是不是给我钱呢？给我钱我会说谢谢，我很需要那东西。但是你做错事，我还是要 ban 人，等于是你花钱让我 ban 人，这样有没有很开心？像很多观众都会在这边打，那个什么西瓜就很萌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他就说这边。你要打西瓜去哈基代打西瓜，这边就不要打。大家都有自觉，没有啊？就有些人没自觉啊，有些就小孩子啊，小朋友。
或者是年纪很大，但是还是没自觉的那种，就这没办法了。那可能就是观念不同，也不能怪人家，毕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太一样。像怎么说？像今天好，小雨就是不喜欢粉红色，那杰克就是喜欢粉红色，但他们两个还是会玩在一起，就只是不会在那个台面上一直刻意去提到这种东西。像团团啊、景月啊、我啊、我们啊，也不会在哈基面前故意一直讲西瓜、西瓜、西瓜这样子。那就只有巧克力会一个这样跟他闹，不是吗？一个讲艾莎巧、艾莎巧，一个讲西瓜、西瓜这样子。那他们也是闹着玩这样子啊，闹得起来啊。但我觉得他就是哈基，就是可以的话，就是尽量，就不要再叫他西瓜这样。你们的话是可以的，不是你们可以啊。他的干爹群这样闹他叫他，应该也是自己有自知之明，有那种底线在，也不会跨太多这样子。他昨天去他的 DC 群也都是叫他哈基或叫他帅哥然后说帅哥安安这样子，哇，你们嘴巴怎么那么甜啊？对啊，就是打招呼或互闹的，有时候真的也是台面上是节目效果，他私下其实都是哈基不好意思问你一下，小可以都是这样子啊。那说哈基不好意思问你一下这样子，我会说西瓜问你一下哦这样子，对啊。像我上次忘记，好像狼人杀那时候，他们不就这样吗 ？Elsa， Elsa 这样子，然后巧克力就说西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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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时候剪到那一段，我真的是笑到按暂停，先笑个十秒钟，然后再继续剪下去。Elsa。其实你叫我帅哥什么，真的是没有感觉。所以路上人家那种直销或是推荐保养品的说：“帅哥，帅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。”我就没有理他，继续走我的。对啊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们玩的互动的感觉，我都觉得真的很白痴。这两个怎么又好笑？就 H3 嘛。对啊，那其实你也没有看过团团特意去叫哈基西瓜什么之类的、啊，有时候真的是闹过头，闹到才会不小心蹦出来这句话。对啊，你手上总会有西瓜种子啊，我吸什么吸什么吸什么，这样子。哦，传单还可以啊，毕竟。他们发传单也是有业绩啊，说什么今天要发完这一份才能领钱，所以有时候骑车或是什么东西过马路看到发传单的，我都会帮忙拿，会拿了嘛，啊，反正等一下就有垃圾桶就丢掉就好了，毕竟人家也是工作很辛苦啊。我之前有看到一個阿嬤吧，那时候已经好像下午五点半。看他传单旁边那一大袋，那个袋子还有一大叠，我就去偷偷去拨了大概一截手指后的传单分量，我就把它 A 走这样子。因为，他们好像会派人去那边看，说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认真发，不然其实说你那一叠全部丢到资源回收桶，还是可以卖个几十块钱这样子。啊，所以我就是没有拿太凶，我就是拿一小碟就走了。你还是要看一下传单内容哦。如果是那个把你拉走要进去填问卷的那种，就真的不要进去了。我曾经就是被这样讲说，做个问卷一下，然后就聊，你脸上的痘痘好像很多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怎么干？
我那时候是真的有考虑要除痘还是什么，就这样被吊上去了。对啊，就一堆一直推一直推啊，我就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外表没信心，就是因为痘痘太多。抱歉，我刚去开电风扇，好热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在淡水遇到嘛，就那时候去巨匠的课程，然后跑到士林去，就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内容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先生，你的痘痘好像有点多。”我就回答说：“你是不是要推我什么青木瓜护肤液什么之类的？”他说：“对对对对对，你有买哦？”啊，干，怎么又是一只？我说我有买啊，你看，他说是不是很好用？我说我擦到现在，你看我脸上痘痘有效吗？他说那就是你的用的方法不对了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问题可以问我，这样之类的。他就仗着说他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，就是说来，这是我的电话可以给你。那就我拿到名片后，我压根也没有打过半次电话，我觉得他就只是想糊弄我，应付我，就没有什么。填问卷我遇过，哎、欸，有啊，我有遇过、欸，哎，我那时候是戴口罩，因为我其实一起应该说，我在上班其实都一直很习惯戴口罩，一方面是遮丑，然后一方面就是觉得戴口罩我会比较敢抬头走路，不然我口罩拿下来，我其实都是低头在走路。那我就戴着口罩走，突然一个女生搂着我的手，她说。同学，我说啊，怎么了吗？他说那个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之类的吗？我说我就直接马上把手给收起，因为手臂贴到人家起肩，对不起，手臂贴到人家的胸部，我觉得很害羞，我就把手马上收回去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应该说戴口罩怎么看？你怎么看得到我的痘痘？你说我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头发都留很长嘛，然后又戴口罩的话，其实露出来只剩下眼睛了啊，所以不会剪那种很阳光的那种，把额头露出来，把头发往上抓，或是梳油头那种东西，我不会做。哇、wow, 什么啦？碰到真的觉得很害羞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像今天那个什么夏曦冲过来要抱我，碰到我的话我还是会怕好吗？欸，讲真的，欸，韩文你还在吗？夏曦韩文你还在吗？你真的要抱我的话可能需要冬天哦，就是我要穿那种很厚很厚的东西，很厚很厚的外套，还有可能让你抱得到我。不然夏天抱的话，我很怕，我其实会很怕那个皮肤的接触，不是洁癖，而是会害羞。你觉得不错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像是阿靖跟蔡渣的影片里面，我就觉得我完全没形象欸，我就更想。他没有剪进去。那时候阿靖在吃馄饨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说，我知道是含着馄饨说，哎，该撞不可可有可。我是含着那个什么馄饨说，哎，这段不能剪进去哦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一口直接把一个半颗拳头大的馄饨吃下去。不过突然抱人真的不大好，没有也没有的啦。你是说认识的，也不是认识，怎么讲？就像夏曦那样子吗？平时在聊天室跟我闹，然后突然见面跟我抱这样子，看人吧，有些人可以啊，尤其是女生嘛，女生不是喜欢跟女生互抱吗？啊，见面了，第一件事情先互抱一下。我想这件事情对小雨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懂吗？我真的很难想象小雨跟小豪，比如小雨跟那个谁发发互相见面的时候啊。小雨可能就只是插着口袋，然后伸出一只手说：“哎、欸，发发，嗨，这样子，而不会像说，米菲看到发发，抱一个，抱一个这样子，
哇，真的好难想象小雨，小雨是那种两个小女生那种抱那个见面第一件事先互抱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好难想哦。哎，这蛋怎么这么久啊？我有小卡，20000多部哎、欸！呜呼呼呼呼！妈的，你又是什么异兽蛋？5、3、5、6。我异兽好像剩那个啊，还有3只没抽到，奈克洛夫嘛，然后一只白色的蟑螂，蟑螂姐姐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嗯，暴食大王哦，还叫什么？越想越奇怪，对吧、啊？我刚刚在聊什么？哦，抱抱，对吧、啊？其实那时候场次的时候，一直有小粉丝说：“繁星可以抱抱吗？”他不是很害羞，他是很激动，很想要那种。繁星可以抱抱吗？这样子，哦、我就说不行。那是因为那时候是夏天，在台大场，对吧、啊？而且是一个 coser 哦。我想说，哇 ，coser 哎、欸，我的粉丝哎、欸，但是就是不行，因为怎么讲啊、可能当时真的太害羞了吧？因为我其实。等级就差不多吧。如果是像今天可能是兔窝干爹啊，好，比如说小鱼好了，我们那个管理员小鱼啊，就口啊，我说老板来一个抱抱吧，我说来手放开，过来抱抱，然后他们可能说哎呦恶心滚啊这样子啊，小鱼就这样滚啦这样子，米飞小鱼抱抱不能优异抱一个，然后小雨是说打妹，他不会这样说，小雨会说滚啦、啊、好像抱抱会怕吧，你是说谁，你是说我要抱抱还是我的干爹要抱抱，所以我才说啊，如果是夏天穿那种羽绒外套的话要抱的话，然后那个韩文不见，那个夏西不见，在狂骂他。我喜欢叫他布丁欸，布丁，黑色就是超布丁的、欸，布丁狗。没有见过面的人要抱抱比较怕吧？不管男生女生，不会欸，还是有那种的啊。网友，我之前。以前网剧就这样子啊，有去网剧过，就两个，一个好像桃园，一个是台南吧。那时候是约在台北，说要去那个唱歌啊。那时候就是我们都约在车站嘛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挥个手打招呼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女生见到面就是第一件事先互相抱抱这样子。就是观众跟实况组要抱抱，感觉很奇怪。对啊，就觉得干嘛是其实这样想也是还好吧，就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比较喜欢抱抱啊，就抱抱是一个开心幸福的感觉，那可能其他人的眼里会觉得说就是来蹭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那个作为粉丝的什么东西粉丝的该要有的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也会觉得说，实况组就应该要什么避嫌啊，还是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啊，我们讲一大堆了，就看个人吧。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抱抱，有没有？哦，你今天哇，今天我要讲谁啊？好，今天要是林宥嘉好了，突然一个大大的环抱你，你还不是开心到死？对，林宥嘉。还有谁？蔡明佑，我怎么突然想到蔡明佑啊？靠腰，金光，不太敢。对啊，这就是所以是看个性，不
外不外向跟内不内向，那再来是以那个价值观吗？像今天粉丝外向啊，但是我内向的话，就是这样就抱不到了。那今天粉丝外向，粉丝内向我外向的话，我就突然说，鱼恋来抱一个这样子，那是不是会觉得说我很像是就是色狼这样子？就是对，就是色狼嘛，怎么可以这样吃粉丝的豆腐？好，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两边都内向就不用讲了嘛，根本抱不到。好，再来是两边都外向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就是说这两个人很乱，对吧？就是价值观的不同，对啊，就是会说我吃豆腐的啊，这样子啊。他也是有那种，不是啊，有时候反差萌，你知道东西吗？就是男女朋友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结果女生。更爱揉男生的胸部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看，这就是怎么讲，性别歧视吧？就是吧？你看男生摸女生胸部说色狼，女生摸男生胸部说很幸福。我都是看人，看哪一个人要不要而已。哦，你去抱彤彤啊！蛋应该好了，爸，你想说生蛋生完去休息？杰克，蛋熟咯，九点了哎、欸，哇，原本是说九点要八点要关台的、欸、哇，九点了、欸，哦，可以打贝壳的哦，哭啊！我本来当时想挖一条路，就这一条，挖到我家那边去。就直接这样走过来，彤彤他不要吧？你又知道他不要，他搞不好等很久了，懂吗？今天你没有问就没有机会，你没有告白就没有机会，但是你告白被拒绝。那至少你有把握过，但机会就这样没有，总比永远不知道的好吧？知道总比不知道好，你就可以早点放下它，去找下一个。但这好像蛋，有人摸我背，我会起鸡皮疙瘩。看对象吧，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呢、欸？不对啊，看他是怎么摸吧。如果他是用手指头轻轻从你的大腿、膝盖滑到大腿那种东西，我也会起鸡皮疙瘩。然后欧云爸爸的被屏蔽，解开。我老婆都会在我在她闺蜜面前揉我的胸部，对不对？就有那一种的啊。安，我猜你没睡，有我有睡，我睡三小时。昨天高校关台后，我也去睡了，然后睡到一点起床。我是爱抱人的那种类型，但是跟什么？对啊，像我之前，我讲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，我其实很早以前是不是很爱安慰人的。就可能你做错什么事情，我不会说没事没事，下次再加油就好了这种东西。哎、欸，很早以前有追我的观众应该知道吧？就其实以前不太会安慰跟鼓励人家，啊，是最近这两年才比较会安慰，有在安慰跟鼓励人咳咳，所以我都会打个什么挂号抱抱、挂号摸摸这样，或挂号拍拍，然后最常打是挂号拍拍啦。然后可能是很难过才会打挂号抱抱的，我想哇，会不会太幼稚还是怎样嘛？我觉得哇，我在干嘛？会不会觉得在吃醋啊？要不要吃豆腐？所以我都那最近都在玩光遇的时候，因为光遇可以抱抱嘛，然后就很喜欢在光遇里面乱抱抱。我就说快点，我要抱抱啊！说到光遇，
蜡烛没吃到。那欧元爸爸的胸部一定很大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也在跟那个阿静说，就说因为阿静在那边哭，我就说阿静，你胸部很大哦。他说你是个靠，阿静你是靠，这样子。哦，还有节操啊！那时候我们干爹啊，就是刚刚提到的，送我那个乐事，很多乐事那个干爹，他就是也是带了两大袋乐事给我，就有人在外面公园睡着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准备收了。”然后他就一脸轻松起来说：“啊，结束了吗？我的耳机好像怪怪的，等我一下哦，我是该换耳机了。”哦不。我最近要换的东西那么多、哦，要换耳机了哎、欸，好腰，因为一直听到耳机里面咔咔咔咔咔的声音，好像有刚洗，有管有，一公一母。你今天才出现在聊天室，不然都喜欢偷偷看才这样。哎呀，有时候打个暗暗或换气之类都可以啊，至少会觉得说有印象有看过。还是你是怕说你曾经打过招呼，但是实况组忘没有把你记下来，你很难过。对啊，很多时候都是，怎么说？你看哦，你今天认识我一个人，还是我要认识你们现在几个人？欸，好，84个的，当然是那种比较常打字会有印象，或是通常都是加会员之后才会开始狂打字。哇，你还在开台哦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你看我的眼睛那么大绿，那么大绿，像你大绿，你看我的皮都醒了欸，变闲聊台了，我还在吃早餐，我还在吃我的那个什么铁板面。不是欸，第二颗蛋怎么还没孵出来啊？是第二颗啊，第三颗？你是谁？哦，豆豆哥的进化是不是？我不懂为什么鸽子会变成自己呀、啊？早餐正餐，我早餐正餐。我是因为繁星跟诺音才慢慢出现的。有趣是什么？诺音吗？我最近很少跟他玩。哎、欸，应该说时间搭不到啦，他能开台的时间，变成说我在睡觉，不然就是，对啊，差不多也是七点睡到十二点。最近作息啊，有在睡觉的话是七点到十二点。啊、就是醒到，就像现在作息嘛，醒到可能就是晚上的七点继续睡。啊，最近玩的游戏我也没办法陪他玩啊，都是单人。而且那天早上射完气球之后，他感觉我那时候看他Steam，他就没有再开过。啊，有一次啊，开了一下子就没有再开了，应该觉得说一个人玩很无聊吧。今天应该可以吧？今天不知道巧克糖玩什么。如果我还醒着的话，也是我都去冰恋那了。怎样？冰恋怎么了？哦，那你有没有去仓浦那边？他们不是常常就跟以前我跟诺英的样子很像吗？都是。我陪诺英，然后冰恋陪小仓那样。你还在床上煎鱼？床上煎鱼？你怎么在床上做菜的啊？有哦，对啊，其实就是隔壁那一群就很白痴啊，
又一群也是慢慢认识过去的啊，那才知道他们那一群真的是很好笑，就比较没有那种偶包的感觉，就大家是和乐融融，干话一大堆，都在那边做自己的。这不是做菜吧？不然煎鱼是什么？还在那边翻来翻去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赖床是这样，赖床要这样子用。那偏一群训炮，不会啦。其实那时候谁，辽里准备出道的时候，我才刚正式认识诺英，就是辽里好像。哦，我那时候，跟诺英比较好的时候是辽里出道的前两个礼拜吧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他在弄什么东西，后面才知道他是说他的团员，一个很可爱的团员要出道。哦，那时候对台币很不懂，那是到后面就是下一个就是那个是谁？咪姆吧，然后。之后才是冰恋，然后那时候冰恋不是不配信的时候状况一大堆吗？其实那时候我在他们语音群的那个比较偏高阶一点的，就是他不是有个前世故人的群组身份组，那就是比较懂 OBS 那边帮忙帮他解决之类的。好子安安，那哪知道那天就是他电脑坏掉啦，他电脑那时候好像坏掉重灌，就很多东西不见，造成说他开台横卡，然后一大堆有的没的。我想说，哇，好不容易，他就有点像是那个，写寒假作业。剩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好不容易赶完了，就寒假作业突然不见了，要全部再重写一次，在学校全部重写寒假作业。对啊，就是那时候也是花很多心力跟准备在那边弄，又一开台问你一大堆，然后聊离室好像麦克风读不到他的声音，我觉得哇，都很好笑啊。鸡腿吗？谁是鸡腿？不是鸡腿吧？是他们的团都一大堆，开台都一堆突发状况。达达早上有出现啊，先回去补眠了吧。然后聊离说有挂台在做事情，屁，又去睡觉，做什么事情？夏西，我刚开始提到你。你可以问他们啊，我刚刚是提到关于抱抱的东西，你那边生气什么？要过来！对啊，不过最近怎么说，也是，就是从诺英一万订阅后吧，啊，一万订阅后就比较少在帮他推了，因为我。觉得我比较有在流通的粉丝就是差不多，我现在不是10万、10、12万吗？比较有在活跃的就大概就1万左右，所以我就是大概猜到我有可以把大概5000、6000人带过去他那边嘛。那就是他一万之后就比较少在什么影片里面。片尾加诺音啊，或是什么给他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吧。如果再加下去，感觉好像也充不太够，对吧？所以就只到这里了。
不是不想帮他，是我能帮的已经帮完了，我现在能帮的就顶多是帮他画图，带粉丝这个东西已经讲白一点，我可能就真的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没有啦。就其实主要是玩游戏，反正就要开心，要开心这样子。啊，有一次玩狼人杀吧，好像跟他同一队当，结果那一场我们是狼，然后结果我不是有一次最后一局是不小心漏麦嘛，忘记关麦，那一场就输了，我就觉得很自责，可以赢的。打达一万有力 ，FLAG 吧。FLAG 吧 ，FALG 是什么？欸，我英文很烂，你不可以比我更烂欸。打达哦，像打达、麻子、米娅，对，这三个，是我很想帮啊，可是就是真的比较少有在。联动互动什么的，而且，诺英是因为达达嘛，达达才有办法来巧克团玩。那至于达达怎么认识巧克力他们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达达是下班时间大概都九点十点，所以跟巧克团搭不上，这就很可惜。然后麻子跟米娅对麦块 PVP 比较不熟不强，就跟很像我一开始推麻衣进来，麻衣其实当时是他很早以前就问我说，因为那时候我在 GTA 叫小心肝，他就说小心肝，我说干嘛，他就说很无聊，想找朋友一起玩游戏之类的，我就答应他，说好啦，那我再问问看这边有没有办法让你玩麦块之类的。所以那时候有稍微看他玩麦块生存，就跟真的是新手，我就很不敢推。然后就可能就是礼拜二是比较偏，不像礼拜五啦，就是 PVP 嘛，像礼拜二有时候是狼人杀，啊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小活鬼抓人这样子。那就从那边马爷再慢慢练，就从一开始他只会走路，练到后面会跑跳，然后从 1.8 练到 1.9 之后，对吧、啊？就是怕抓麻子跟谁，就忘记名字啊，米娅进来的话，怕又说要重新教，然后如果跟新手一对的话，会不会又是战力差太多这样？输赢不重要，要看呢、欸。有时候你输了也很快乐是没错啊，有时候赢得更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不然其实我很想抓麻子进来玩。麻子有没有听到？麻子，好，他不在。V 刚那边说繁星都没人来看我的影片的，哇，我也是啊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九点半了，等下准备看杰克的台吧。甚至连选择题都选。哎、欸，蟑螂出现了，我就是全你哇！美洛耶吗？贝洛美当，贝莫美狼，也没缺你啦，我想要那个奈克洛兹嘛。欸、下雨在不是下雨啊，靠呀，下溪下雨。我听见下溪的声音，下溪，
一直教新手不是日常吗？不是，就是我、哦、回来了、哦。你要开台没？还是你们要撑到杰克十点？可是我发现我也不适合当那个啊，要看啦、啊。那、啊、你等等要去休息吧。嗯。好，桃子，拜拜。这样，我教人的方式真的是教他钓鱼不给他鱼的那种。在想怎么多利神兽的形状，当仓管库存使用，没有啦。就讲，像你的队伍里面，我觉得带神兽难免的吧，因为今天我是因为一般系能用的神兽就那几只，而且真的好看帅气的也没有几只。像你至少杰克罗姆是你的本命角嘛，那你就带一只就没差。然后全部带神兽去打道馆，你不觉得很？还被道馆主打死，就很像有一张图不是吗？那个什么昆虫穿那个昆虫的去挑战一个那个带着杰克罗姆的，就被杰克罗姆电爆那个。你要怎么配哦？是很多吗？你就想看看那种那个短裤小子影片啊，那时候限制只能用一只神兽，或是根本不能用神兽的时代啊，很难吧？而且到时候你不是有活动吗？你活动是大家 PK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总不能一样。团都丢出的都是六颗大师球的神兽，你会觉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？也不是金钱的力量，就是天生优势吗？但我丢出来最多就是三只，当然不能全说三。那团，我很期待团。你看，团当初的铃铛响，然后迷纯姐。现在有在队伍里吗？这样子，说到这个队伍里，我的长耳兔也很久没有放出来，他当仓管好久，自从用了多边兽二，就真的是回不去了，因为主要比较硬啊，但打不死一些 BOSS， 真的。我们叫做一级跟两级啊，我们叫做洗一级神两级幻兽，种族是600以上的哦，哇，这个脸好可爱哦，啊！为什么我的皮真的醒了啊？我现在眼睛其实快闭起来了，哎，它总是跟我相反啊！你怎么坏掉了啊？
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玩鹅鸭狼人杀哎、欸。变系一集都是叠字辈的，哇！那你很雷呢、欸。今天是鹅猫耳屎。哎、欸，今天是鹅猫耳屎了。哎、欸，你不是鹅猫耳屎不会玩吗？不是鬼抓人吗？啊，还是鬼抓人是，还是鬼抓人是月那个啊，第一个礼拜啊，所以那时候跑去玩那个了。我姑妈哥弟弟呀，送给他。杰克晚上怕死，要么就是今天狼人杀，明天鹅鸭杀这样。啊，我觉得鹅鸭杀吧。但鹅猫耳屎最近不是有改版吗？有天赋系统，然后你要完成多少东西才能去买它的时装？哦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如果19号还是20号，忘记了，好像19号吧。19号之后啊，19号重制版上市嘛。我在想，我感觉我没开台也会玩，所以我在想进度会不会影响什么，或是没开台的时候做一些。比如说练级还是什么的事情，那开台再跑还是什么，不然就是24小时耐久台这样子。因为，我真的很久没玩宝可梦了，所以我怕我回去玩之后也是，我根本就不想剪片。像，应该说接触到一个新的游戏，然后又是一个你有兴趣可以成瘾的游戏。你就会不务正业嘛，然后就像当时好了，当时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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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动物声友会，那时候其实真的太毒了，那时候其实有点后悔，那个第一手的时候没有直接去买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考虑到我没有 Switch， 我是因为动物森友会才买 Switch 的。然后那时候鱼干也是说，繁星这种游戏你竟然没有买，我说有，我要买了，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比别人玩了快8天才开始当岛民。就真的好玩到晚上，真的也是整天都在问你们家菜价多少啊？那种时代哇！而现在真的是懒，虽然它更新什么的，但就真的很没有动力打开它。看怎么签什么？哎，怎么蛋又那么久？有鬼哦！怎么又一颗啊？白痴，难怪那么久，怎么没人提醒我？哇，游戏疲乏不是欸，是怎么说？游戏性就是这样子吧。对啊，就是他的 DLC 出了没错啊，那个陶翁也很感兴趣，但是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动力再去打开它。
昨天有开台玩吗？没有没有，昨天那个登录器坏掉就没有开了，所以我没有玩轻松高效。是不是很想我啊？是不是没有我不行啊？有时候我在想说，如果高效，我要像我那一次电脑坏掉那一天吧，那一天的精华是不是很少？我就在想说，如果真的没有我在的话，那高校的一些吐槽画面是不是很少？会不会就是过得很安详这样子，没有人在那边吐槽，对不对？酱油讲话就不会有人来吐槽他了。想问问有固定开台时间吗？最近没有欸，最近作息太乱了，抱歉。之前固定也都是跟他们配合八点，就是礼拜一高校，礼拜二小课团，礼拜三阿米狗，礼拜四自由，所以通常是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日是没有固定的。啊，只是最近就是对 PVP 类的有，因为其实以前我一直都很不喜欢 PVP 游戏，然后当时让我有 PVP 喜欢的感觉是 CS。CSO， 然后还有那个魔兽世界，傍晚哭哭拍拍你。魔兽世界那时候是因为我刚好玩的时候是盗贼最强的时候，所以我那时候刚好是那种打 PVP 天赋的盗贼，所以我就喜欢泡在那个竞技场里面，就是你他的伤害多恐怖，就很像你一句话。你去直接用属性对的东西去打到属性你的克数这样，然后那时候就在魔兽世界这样子沉溺在那边玩。那在 CSO 的话是一开始，我一开始真的很喜欢玩僵尸模式，但是直到有追诺英台，有在看诺英台就知道我后面有认识那个团长，那个人妖，对，那个人妖就是他很排斥僵尸模式。那就开始练习打那种打真人，不打真人啊，就对枪啊，然后就是对枪对到有副团长的阶级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觉得打输的失落感就很大，就真的还是越来越不喜欢玩那个对战类游戏，就像 APEX 好了，我那时候不是有说吗？打 LOL 打 APEX， 然后还是什么的。哦，那时候打 APEX 哦，还有那个斗阵特工，我不喜欢打积分，就是因为输赢心太重，我会怕影响到游玩的那个心情，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是说 APEX 就开心轻松玩啊，我就说这没办法。还有那个啊，打实体麻将我也会那个，另外看了一下变数目好高，对啊，他很高欸，我那时候看了一下。在前几名的不是吗？所以那时候打日麻打那种对人的游戏，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就是会心跳很快，然后会心悸。寒冰霸权的魔兽，哦，那时候是打信长啊，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打，可是我很喜欢打信长，不知道为什么打 LOL 我就不喜欢打。就很奇妙，以前超喜欢服部的拐钩呼吸安安，对吧、啊、就是所以就比如跑客团那种玩家对玩家好UHC 啊， UHC 就比较明显啦、啊、因为这真的是要活到最后生存活到最后。他狼人杀的话就真的是玩开心的，你今天你人还可以砍狼欸，你敢信？然后但是玩得很开心啊，对吧？而且有时候又会有那种私心，像比如说我今天是狼，小克力在我前面，其实我也会刀不下去。或者是
可能发发发发，可能前几回合都是第一个死的。那这一局我当狼，然后啊，那时候不是聊天室有问吗？他说：“繁星，你为什么不刀？你为什么不刀？你为什么不刀发发？”我说：“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是已经有点走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办法，没办法做出自己的身份。”就是会有私心在啊，就是发发没游戏体验，然后我又再刀了他，是不是又一样没游戏体验？干你刚刚那边给我提电树木，我扑到电树木了，我去你的！而且我竟然抽到一只，我去你的！哎，三只电树木可以换一只，可以换一只吗？杰克，你给我出来！换一只电树木吗？啊，我可以换一只射为电树木吗？还是可以凑齐三只一样的，跟你换一只射为？啊，对，我想说怎么少一只送给小雨了，小雨扑不到，我想送给他。欸，很夸张欸，我想说，这只异兽蛋应该不会是电树木吧？奈克洛兹玛机会应该有很高，在家里门前多放几个电线杆。那你牧场机主要开多一点，不然就是我把变怪都不生了，通通放一些异兽在野外暖暖手。欸，我今天好不爽哦。你快不快乐？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这台又好看起来，是不是？来加入会员，就是现在。没有啦，欸，杰克，你还要放的话，隔壁其实还吃得到的啦。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吃得到的。你看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先这样就好，好好。我突然爆麦，那表示我很激动啊！我醒了欸，今天现在是我的皮跟我的人都醒。所以雨恋，你不喜欢惊喜，你是一个不喜欢惊喜的女孩吗？就你是男生，哇，惨了！说不上爱，别说话，是一点喜欢。对了，你的宝可梦卡牌有兴趣吗？没有欸，当时阿金跟罗伊也问我。哦，罗伊那时候才夸张欸，那时候他们刚接触的时候，好像三年前吧。然后那时候是狂抽，那时候他刚进，就是硬要啊。那时候是卡布奇还叠叠是比较强的卡吧，还是谁？女的那可以，然后就是好像是叠叠吧，就是真的要抽到那个，抽到叠叠，然后抽了好几包，一张800，早期吗？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就是抽到疯欸，而且还有一个线上的抽卡，就是线上有个账号吧，然后他也是用那个在抽。2:30的时候飞聊了一台，跟到1:00多，然后2:00多只睡到了9:00，快去睡哦。欸，这边不能打等于等于，你小心被看到。我有个 mod 很排斥看到等于等于，你要小心哦。哇，我的皮又快睡着了。好，欢迎，拜拜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
我刚刚整个人是移到那个画面外了，好吧，我猜错了。看来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哎，其实我在虾皮上面买了我们要交换礼物的东西，然后我很担心说什么推荐清单开始会一直跑，因为推荐清单一直跑出我重复买过的东西，就是 FB 上面。我想说会不会我到时候你们那边推荐清单也会有跑出来，就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我好怕哦。手机放着刷播放清单，这样会有钱钱吗？就是你有吃到广告就会有啊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话。我们昨天高校有聊到蓝牙手套，很酷哎、欸。这个好像知道哎、欸。我忘记那个，我那时候好像在弄到一半，有听到你们那边狂叫狂笑，我忘记是什么话题了。鱼竿的影片，又鱼竿的影片，哇！我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昨天什么还比格利奥那边接电话？哦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那我跟到，我跟到。我说，我他妈的用什么电话？我还要比格利奥？是不是那个好像小雨说的吧？我还跟你们比格利奥那边讲喂什么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是开你的台那边听。梦妖魔，是一片喜欢。大拇指是喇叭，小拇指是麦克风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有跟到，我有跟到。好了，准备了，杰克要开台了。我不想爱别说话，只一点喜欢。阿总，你在这里？我没有要放生你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好吵哦！啊，我要买那种直接是支架的，然后脚上绑那种小绳子，然后是没有关笼子的，就是直接是裸露的。好的，那等一下晚上杰克台移动啊。啊，讲到有点烧心哎，哇，今天讲话讲很多了哎，我以为今天不会讲很多话。啊，也感谢雨恋吧，对，因为好像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有在打字，然后加会员这样，感谢感谢，那也感谢，看西夏你在不在啊？那时候问你名字问半天，现在才跟我讲你的名字。嗯，耳声冲撞。开完台，赶快去补眠吧。好，繁星有想要挑战大师们吗？欸，我那时候被那个谁盖欧卡喷死，他的盐酸喷死之后就放弃这念头了，通通用气丝皮带，然后双倍奉还也没办法。欸，有办法欸，
六只打六只的话，因为我们后手如果一定打死他的话，那我们可以，光玉吃喷泉了，对耶，吃喷泉了，光玉哦。之前观众好像直接戏法攻坚打，听说简单很多。我知道啊，那时候我就是没有想到戏法攻坚是啥，然后最近开始研究才知道戏法攻坚可以，我有几只可以学。我想爱别说话。吃咖喱喽！哎，不对耶，哦，就算了，这都懒得分了。电属性没人会，那还好，不就还好，真的有图图拳。哎、欸，我要抓他，等你好久了哦。对啊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哦，有带道具，有带道具，还有带爱心的哦。我现在草莓爱心都有了。你要看个盘局，好，咖喱，喜欢大便口味的咖喱吗？好了，就这样啦，待会杰克台见吧。那等一下可能还要打什么 boss 啊，什么鬼东西的啊，我就会出现啦。啊，中介看一下我们奈克洛兹吗？我的传送心快好多，那、啊、就抽到跟收集。要的啊，所以今天你们要吃大便味的咖喱还是咖喱味的大便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是不是咖喱味的大便比较好？奈克是黑橡木森林，哎、欸、靠呀，我怎么会跑来这边？哦，哎，可是那时候在丢新块好像都没看到过，那时候不是谁？阿旺，阿旺不是那时候要抓熊徒弟，熊徒弟结果也没有看到他有叫过。可惜二。你是白饭就好。哎、欸，你遇三家会一开始选哪一只啊？一定不是草苗龟，哎、欸，这个不是草苗龟嘛，对不对？遇三家随便选，然后去抓自己想要的风速狗嘛，对不对？卡地狗，卡地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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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哟。选择二十，
重头小丑。我靠，我要被消失了耶。好啦，那就用送头小丑。来，死荒队员，好久不见。不过要火之石，很快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把他们放里面干嘛？那么快，快死了，我还把它冷冻起来。钻石、珍珠有卡地狗抓，钻石有，珍珠没有。珍珠是九尾，钻石是卡地狗。可是这样子，你看。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，喜翠卡利狗只有钻石才有。那有什么东西是喜翠？不行，我讲太多话了，好干。那是有喜翠的那个吗？六尾吗？像六尾太多样子了吧？有雪的，有普通的，又有喜翠的。好啦。准备关台啦，我去捷克台吧，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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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晚安。